彰化县私立大庆商工资讯处理科三年级116位学生展出考取的1734张证照，每人平均21张，其中卓哲伟、陈尚明各拥有45张，被形容是大庆证照双雄。有如大庆商工证照大会师，董事长萧松喜也到场奖励学生。有国际证照，还有基本的乙丙级证照，还有 TQC 的私人证照。那我觉得最困难是因为国际证照，因为我还要花额外的时间来阅读它外面的，就是课外读物。对，回家认真练习啊，因为我还要打工啊，所以就是利用下班后的时间，然后回家再认真练习这样子。校长谢东敏说，拥有乙级技术证照，除能参加绩优甄选，联合登记分发时也能加分15%，有助录取理想的科大。资料处理科三年级啊，总共获得1734张的证照，那这个记录呢，可以说是非常的优良。那尤其我们有证照双雄，陈尚明跟卓哲伟两位同学各获得45张证照，这个可以说是证照王啊！那我想，这一些学生在我们大庆三年来，在老师的积极指导以及同学们的认真努力之下，荣获这么优异的成果，那这个也是我们大庆商工办学的具体绩效，展现了我们大庆人的豪气。公益频道林俊明、袁林采访报道。